心窍陷入困局。我唔会真系咁样写嘅，对我有咩好处啊？当局者迷，越踩越深。点解会变成咁噶？你后面就冇件事啊？当时态越嚟越失控，佢会迷途知返，抑或执迷不悔？我要清楚佢一举一动。真相对于你嚟讲都咁重要咩？系。周末 TVB 之最迷，每逢星期六同日夜晚7点，8度空间揭秘解迷播。